饮水思源花卉乡里、新北市彰化同乡会以及世界彰化同乡会，再一次登来到故乡彰化关怀弱势。这回哦，透过彰化县政府发放每一户3000元的慰问金，和100个弱势家庭。同时，烟雾总会长洪春山更加是来捐出100万彰化县政府。新北市彰化东乡总会透过管护社会处来递赠慰问金予弱势家庭。烟雾总会长洪春山表示，细汉的时阵有艰苦过，即卖有能力，当然爱来帮助乡亲。发到一点啊，迄个慰问金啊，虽然这个金额并无多，但是这会使讲一种的抛砖引玉，啊，会使讲阮。出事在方案的时候，可以说岁寒真正山。世界中华东乡会和新北市中华东乡总会指出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全世界都受到冲击，所以他们更加会回来故乡尽一份心力。感谢这几年来，因为我们有时间就回来都做公益，各国各区的我们的理事长都也是都有回来，而是现在借这个机会，我是要给传承落去，在这里未来可以为彰化乡亲，不管是在地，还是讲踮咧路外乡亲兄弟姊妹来拍拼啊。日后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我还会跟洪春山总会长继续来传承做寒冬送暖。各种的公益活动。馆长王惠美表示，真感谢厝外拍拼的中华乡亲，回来回归故乡。希望这次捐赠抛砖引玉，会当有更加多慈善家愿意帮忙更加多弱势民众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呢，这个洪总裁带领着我们的所有的同乡会团队哦，回来呢，对咱中华关哦啊，有捐赠100万的这个社会救助的一个专户。另外呢，也针对咱弱势朋友100户，一人3000块。管护社会处指出，这回新北市彰化东乡会回来故乡捐赠，除了有100个弱势家庭受惠以外，包括许多小儿麻痹关怀协会、甲彰化县政府的救助专户，嘛拢是捐助对象。大众新闻张向彰化采访报道。